哇，没有录到选牌。Pop I'm the Killer，为什么有人在贴和连接啊？这是什么鬼？我把你变掉了吗？要蛇神了，有无限的可能。应该会比较想要其他东西吧。可我觉得紫罗兰其实还蛮核心的，因为我小牌很多，所以我搞不好应该留一个四费的牌。所以基本上第二轮就是烈焰火炮，然后第三轮水纹术或者是紫罗兰哦，也可以第二轮用钱币下麦田，然后第三轮再烈焰火炮。对面是牧师，所以他对处理麦田应该很头痛。或者是第三轮就出麦田，我牌有这么多，1 2 3 4 5 6 7，所以我出这两张，我的手牌数量的确会下降。就等一下，我手牌补到，再补进一张，他攻击也不会变。OK。烈焰火炮，瞄准了吗？我很乐意学习。哦，没有中。这样他就算治疗，他只能吃这只，或是跟我直接换这只。当然，他如果有上生命的，就是另一回事。冷静点啊！冷静点啊！不要睁眼速盾啊！思想窃取，那干嘛治疗啊？还他没事做，做什么好呢？可以麦田或麦田加鬼怪，麦田加鬼怪会怕神神星星吗？不会，会怕暗影狂乱吗？不会，我会遵照你的指示。不怕暗影狂乱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哦，有啦，可以用这只暗影狂乱过来打这只，然后叫两只一出来。五行鸟，觉得冰锥其实还不错。或者是我先秘法飞弹，看看状况怎么样。状况不是很好，然后冰锥吗？或者全部换进去。我有点想出这只啊，冰锥吧。
的魔法无法止听。你绝对不能这样出，因为这样练很好，这样练太好了。你只能出一只手下。像我这个烈焰之后，我如果还有一张烈焰，基本上牧师就完全受不了了。可是我没有第二张烈焰，那他这应该有神圣信心吧？没有神圣信心的话，他这样也是蛮糟糕的。老虎，所以他可能扣神圣信心在手上，那我们就出这个。会遵照你的指示。这样出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神圣星星之前就要先解掉这只，不然神圣星星完之后，他就会变成一个五二手下，五三。嗯。哎，可是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。至少这只活着。哦，不稳定。啊，加油啊，不稳定。扣着好了，扣着吧。主要这世界好像不大公平啊，人家拿炎魔，我拿阿曼尼空战士。对面不会玩，配光束拳有点恐怖。没有不会玩啊，他还蛮会玩的。OK， 第二个不稳定。克斯纳，没克斯纳还不错。啊！不要痛，拜托，请不要痛，请不要痛，请不要痛！冰羊，他偷到的，你这个小偷！不，我沉默。海战术压垮你，现在我阿曼尼可以建大功了。使用 TC 一三零心灵错位器。这就是防 TC 130的方法，就是你放一堆憨牌在场上。虽然还是有点惊险。很久了。尝尝刀剑吧，侏罗。还是扣一下沉默啊，免他神州费伦祝福之类的。就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能不能扣牌。哦，希望之窗在我面前打开。巨魔兄弟，你做的不错。还有我沉默。你的魔法无
法拯救了。只能赌了。巨魔现在表示我非常困惑，是不是应该打脸呢？应该打脸。准备修复。我靠！可以不要这样吗？可以安心的玩游戏吗？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要怎么玩呢、啊？哦，那就拿两张那个憨牌干嘛？可是我没有其他方法，他该不会治疗我吧？钢针治疗我，我为什么不先打，然后再治疗自己？可是我要点点他吗？啊！是啊，成也巨魔，败也巨魔。我没有烈焰啊，我烈焰就还有机会。他抽牌抽起来，应该没什么机会。骗人！我大怪吗？狙狙了，应该吧？想想看。GG 了，唯一的嘲讽也用掉了，搞不好还有神之星星耶。前往北列记。我多抽了三十张。我打算觉得我牌是从22K 组抽的，习惯就好。几胜了，刚开始，零胜一败，我这辈子几乎没选过闪金阵不足，是你嫌弃天蝎卡牌吧？其实要比闪金阵不足烂还蛮难的，不过不是不可能的、啊。对上，真的。我选了四张烈焰，两张火侠，其他全部手下。两张烈焰就很给力了，应该不用担心太多。觉得这一副的核心就是这两张不稳定传送门。如果不稳定传送门够凯瑞的话，当然就没有问题了，是吧？
这一副的问题应该是手下优质不够优质，而且我选两张秘法飞弹，所以我前期其实要取得优势应该蛮简单，可是因为后面牌不足的关系，所以刚也是因为刚应该是因为抽牌不够，这副抽牌有点太依靠那个加基森了。想看有什么抽牌？复制算吧，复制跟加基森。对，基本上只有复制跟加基森。你也懂 ，chugga chugga。请大家看一下寒冰剑或是这个烈焰火炮正确的用法，就是现在。哦，第二张掐给掐给，他冰住我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。看来是我要示范给大家看了。这手漂亮，用掉了。他其实有那个，没有他，他幸运币已经用掉了。我等一下可以出一个五费的手下，这还是第四轮。我会让他们知道，让他们都知道。你懂的，不稳定传送门。这也是不错了。OK。烈火飞。连诺兹多姆都出现了。是什么秘密呢？没有秘密。这样其实有点问题。惊吓！谢谢你。不谢不谢。变羊。你的魔法无法拯救你。真理是我的盾牌，这有点讨厌，不过我解得掉。别啊！大概是镜像体，至少不是复制。
Oh my god！不是哎、欸。有点怕烈焰了，我牌又没了，啊，我没有牌了，他的治疗我现在就爆炸，没有抽牌啊，让我想想，法爷能力在进场最好，看看战士吧，哭哭。没有武器，战士也可以克。最近三场没有砍超过三胜。没有烈焰风暴法师，是不是可以直接退出？其实还是建议不要了。这副有这么烂吗？对不起。这手漂亮。是不是有？啊，要零胜啦！前面没办法取得优势哎，可能我打得太进攻，令我摸不着头脑。记得两包，零三会开三包吗？希望不要开三包。拜托，不要零三。真的，腿伤。为了末日锤，这是你自找的。哦，零三，我们就要采取一个激进的手段，而且我们又是先手。好，加医生非常好。靠你抽牌啊！你不要随便死掉。我们 T A 出鬼怪。这只其实更好，因为它不是法师，没有练火炮，所以这只安全很多。OK， 这一手漂亮。认真认真，
对面应该要爆炸了吧？他这里不出法术，他应该就要爆了。因为我领先他一个四费手下，然后他还在那边翻图腾。他武器大概就只会用到这一次了。再见了，萨满的武器。所以理论上，我们逆法飞弹应该要一定要跟加利森一起用，一定。台主蛮多是高胜场赚很多钱，可能在亚非打进一场，一定越打越穷。对，是场会遇到传说卡呗。这两个法伤其实有点多。其实越打越穷是还好，只要有定期在解任务的话，应该就……而且我也不是天天开台，所以应该是还好吧。哦，大地震之，讨厌。主要是回收牌吧。哦，赞！讨厌。受不了了哦！炸弹快递！很多人都应该是传说，但是像对面一样故意装新手卡背，不稳定拿到法槽图腾，我现在很无奈。给抽牌嘛，不要这样嘛。玩久会慢慢起来，大概吧。进场啊，可能还没有到沙利希望到，除非每次都七胜，不大可能吧。其实主要很大的金钱来源还是来自于那个每日任务啊。每天记得换一换每日任务，很有帮助。是你逼我的。Well met。76mmmea2，谢谢你的 follow。每日任务都打不完，我新手还玩亚夫，一直变人，所以自然就没新手啊。这是我的错吗？不好意思。哦，冰霜哎，所以我现在至少三分之一的几率会赢。去吧，三分之一。玩得不错，这手漂亮。再见了 ，HKLHK。Well met。哦，终于赢了，没有零三啊。
样3622，谢谢 follow。总觉得越来越多东巴了。新手杀手吗？其实我觉得打进一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打进一场的时间。像现在越来越晚，其实就越来越好打。嗨嗨，3223，谢谢你的 follow， 让二追十二的节奏。王亚福根本被作贱了，我学弟虽然碰过对面打不死他，还帮他加血 BM。Well met。哦，谢谢 Love X Craft， 谢谢你的 follow。BM 和东巴是什么意思 ？BM 就是把对方打到负越多血越好，算是吧，或是把你的水晶全部花完。法力龙们来了一个秘法飞弹，哦，又是四对头，同职业牌不一样，人品不一样。这一场就是在比人品。选牌的人品啊，还有抽牌的人品。OK， 对面是汉克人。你不应该这样出，你不应该没有两费手下然后这样出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出？因为他只有一个两费手下，可是他第一轮就用钱币出一个两费手下。他很出错啊。他可能有寒冰剑或是烈焰火炮。那你看过牧师第一轮出钱币然后补血了吗？没，没有。我看过。那他有受伤吗？没有。去吧，陆行鸟。为什么你不抽牌？你说为什么不稳定穿这种人吗？然后再出这个不是很好吗？因为这样他如果出一个四点手下，我可能会很痛苦。你看他赢了。他如果出到炎魔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四点不稳定传送门。快！好。好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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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，戳狠，然后戳不稳定传送的。需要我的帮助吗？超级需要。啊哈！路费。不要说。No， 他变成羊了。球，至少他会吃到 buff， 可能应该要囤多一点。不用那么贪心啦。好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他这里应该有烈焰。你可以抽这个再加这个啊，为什么你不要？他会被这被烈焰掉啊，现在第七轮。但他会活着，而且还会留两只小蜘蛛。可是出这个话就等于送他牌了。他等下会不会有烈焰？他有。对啊。六八。感谢不稳定的传送门，一颗火球足矣。
人品问题无解。不稳定法师。二啊，你们有看到吗？就像是对手总永远第七轮，给请给自己一点信心，没信心每次都是 U 光 OP 门。啊，真是开心啊！心精神舒爽。一扫刚被炎魔踩脸的这个怨气也没有，刚好两个炎魔。刚有两个炎魔。对面是牧师。先这样吧。不是很想留水元素，因为水元素会被痛了。其中一个获胜方法就是紫罗兰配上这些法术。让他活着有点太危险。真希望我练火霸。不过至少我也有办法把他解掉。卡手，卡手。应该先出他。他这里如果死的话，其实对我还蛮不好的。OK， 那并不是死，且我这里有羊哎、欸，我比较想要出这个。来临了，就是我感觉要被 rush 爆炸。Oh my god， 秘法飞弹。灯也会开法门机，尝试。这样子的话，他如果有一个法术的话，他应该要先打再放法术。如果那个是，哦，那个不是，哦，他是羊，这算不错啊，因为现在看起来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情。我连火炮到那只的话，我该怎么办？Oh my god！
门已开启。冰锥，看，专心上课。冰锥好多。我很乐意学习。来吧，烈焰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来吧，烈焰，来吧，烈焰，你听得到我声音的，烈焰，烈焰风暴，听话，听话，烈焰风暴，在这里的，在这里的某处，加油啊，烈焰。出来啊，烈焰！烈焰风暴，防烈焰风暴！不要再出牌了，被烈焰你会GG哦。想一下这可能性，被烈焰你会GG。我有烈焰，我在扣我的烈焰风暴。仔细的想，这韩国憨儿。烈焰，早就叫你防烈焰了，不听话，不听话嘛。输了，他还有另外一个经营证吧？这叫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唉，神抽比不上对面的神抽。星云，不过夸张。星云其实不错，因为我应该没有星云书。许氏，许氏，两个史诗理论上应该很开心，还有个精良。可为什么他们都长得怪怪的？啊，我的第二张训练假人。啊！我有几个幽光？为什么我有四个幽光？为什么我有四个幽光？合理吧？嗯，我第一个大哥不灵，也是第一个讲话底线。你看我帮你左道在排组。好、啊，低费出场，果然有好看。Well met 。自己自己呜呜 TW， 谢谢你的 follow。你抽到